弟子白素贞，求菩萨救命！你有何事求我？因弟子疏忽，钱塘县的许汉文身中妖毒，可不知为何，我无法替他解毒，求菩萨开恩救他性命。弟子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原来是许仙，你与他倒是有一段尘缘。 白蛇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救他的人是你而不是我。